打开自行车的驻车架，打开车架中间的折叠装置，手臂抵着车座，请注意两手用力的位置和方向，用力要迅速，用脚抵住后轮，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容易折叠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在下线，调整脚蹬的角度，从此我开始孤单，打开前叉的折叠装置，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，打开后叉的折叠装置，注意前后叉的折叠装置必须正常复位，否则会损坏自行车。请注意车架中间的折叠装置必须正常复位，否则会发生摔车危险。